今天又做了一件傻逼事儿。我刚才看到门口那个牌上写的那个，就是比利时最好吃的那个东西啊，13欧。然后我想13欧挺便宜啊，我准备吃一下。结果发现那是旁边那家，这家是24，我操！然后就贵了，感觉。哎呀，这就是这家。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我身后那家就是13欧，差一倍的价格。